欢迎收看音乐石榴。许巍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他，那是一名内地摇滚歌手，他创作的很多摇滚歌曲都已经成为了经典，他的声音让人感受到了自由和洒脱。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分享许巍的经典歌曲吧。执着歌曲发行于1995年，这首歌曲之后被田震唱起，再一次让这首歌曲火了起来。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就是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发行于2000年，歌曲体现了他刚刚从失落中挣扎出来的一种状态。站在这繁华的街上，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。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，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。你曾拥有一些英雄的梦想。歌曲发行于2000年，这首歌曲唤醒了多少人思念故乡的那种心情。夕阳在翠云上，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，依然是如此的荒凉。那无尽的旅程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尽的浪费，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。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，每期都会为大家